胡安关怎么听到？大家晚安，午安，还没开嗓。Hello 一波 ，Hello 流浪到屏东 ，Hello 林儿，谢谢别人送我的福袋。Hello 每一天 ，Hello 妻儿，妻儿妻儿妻儿，谁是你娘 ？Hello 金界大叔 ，Hello 启俊。Hello 顺义 ，Hello 阿昌，那些遗憾留在心底，成为旧话。Hello， 开始的清醒交谈，沦为平淡，望眼欲穿，等不到你。Hello，Hello 阿凯 ，Hello 达瓦哥，午安呢、啊。谢谢阿凯分享直播间 ，Hello Tomo，Hello 小魔方，好久不见。现在努力学会使用 Mac， 是我姐的。Hello， 昂昂昂昂，怎么了？怎么 QQ 啊，阿凯 ？Hello， 强森 ，Hello， 博婷 ，Hello， 小薰 ，What happened？要来整理电台的稿，所以才用对，才用电脑。一个起床工作的日常，完全找不到对话记录，原来在这儿。谢谢空白的洛丽送的福袋 ，Hello 公大。Hello， 小薰，大家午餐吃了吗？敲完更多气了，早再说。之后会慢慢剖啦，对，慢慢剖，慢慢来，慢慢来，不急不急。哎，之后你们说不定要看到蜜呀、啊，对不对？看到蜜怎么办、啊？慢慢来。房间光比较黄一点，所以就没那么好看。就是它会一直偏光。这样好，这样比较好看。好久不见啊，小魔法。Hello， 田中豆粒王。Hello， 国树。Hello， 风音流。Hello， 古早味。差一点被琪琪选到 QQ 一波，没有，是因为后面那个朋友已经冲出来了，好不好？他已经冲出前线了，我觉得实在是太那个了，就是不点他好像不行。Hello， 人好，你的名字怎么越来越长呢 ？Hello H S I E H，Hello 思源 ，Hello 品贤 ，Hello 叶兰。开始了即兴交谈。我现在放丽杰的 cover， 大家去听，很好听。谢谢阿当送的花枝精粹，今天有事不能跟播，没关系。我下礼拜，不对，这礼拜四还有。签到一下，好的，品贤。
礼拜天被帅爆有吗？大家觉得这次 mini concert 怎么样？我跳出超多，想把自己杀死，你知道吗？啊，气死我了！我其实前一天没有睡好。我在跟妈又聊天，侧面看不到，不行啊，不行啊，我这个小废物，有滤镜，不行啊，因为我们会检讨了，然后我就觉得，哦天哪，我这搞什么东西，搞什么东西。Hello 奶冻卷，女版唱的比较好听，真假的？这个是丽杰唱的。整齐度，对，这次整齐度很不行，因为最近太多东西要练习，然后真的是应付不太过来。我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跳舞跳得特别好的人，对，跳舞跳得特别好的人，然后就是说东西都很紧凑，所以就有点有点难复合。谢谢小轩送的普通福袋，谢谢小轩送的高级福袋。Hello， 冠威，头很晕呢，气死我了。小轩送的权力应援，好声援不是应援。Hello 耶，这是简送的 Love， 谢谢启军送的剪刀石头布。谢谢关怀送的 Love， 辣企鹅，我是辣个企鹅。玉安送的福袋 ，Hello 安仔，大家觉得礼拜天 的表演怎么样？我觉得我们 NC 有进步了，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用心？有进步了吧？有吧？有吧？因为我是觉得我们这组的 MC 一直都对，就是需要改进。Hello 米米 ，Hello 香芋的心动 ，Hello 大小爱吃汉堡包。有吧有吧有吧，对，玉安说有。你总感到落寞沮丧，你总感到失望，对人生太乱，总有太多迷惘。我的力气也不见了，要听李杰。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李杰。这么久终于有趣很多，对啊。我的小 cover 了，那今天要带来的第一首歌呢，就是。礼拜天刚坐侧边很开心，耶！我觉得侧边真的蛮不错的，因为侧边就很就是看得到，我们看得到你们。大家觉得？三句。你们 MC 算很不错，真的假的？希望你们喜欢这首歌。
对，跟 NC 的讲话很大声，好厉害，不畏惧，什么意思？等一下，这感觉，等一下，这是好事吗？这好像不是好事呢。话剧吗？一家瑞婷努力撑场，对，那一趴是给他们自由发挥了，对。可是我觉得真的演戏这种东西吼，真的是就是需要经验的。因为我之前也是演很多什么儿童剧啊什么之类的，第一次演的时候就很尴尬，就天，大家都在看我，好烦哦，我不想演一只狐狸，然后这样。可是之后呢，就会放开这样子啊，我是一只狐狸这样，你看就是那种反差会出现。我觉得这是要靠经验的，慢慢来，说不定哪一天就是我们就是童话故事主题了，不错吧。我觉得那个我自己觉得是蛮有趣的，因为我只是听他们大概说了一下他们想要的主题是什么，就是我没有验收，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如果太蕊的话就不好看。因为我们前几次第一次的时候我们的 MC 是蕊过的，但还是很尴尬。第二次呢我们蕊过没有比较尴尬了，对。然后我想说大家这次应该好，已经好很多了。所以这次呢我们是完全只有对大概说，哎，你讲谁我讲谁我讲谁谁谁，然后其他是自由发挥这样。所以因为之前都会我会请他们打说，哎，你们打详细一点，因为别人都会说我们这组 NC 比较弱啊，所以我想说从最基本的做起，接话开始，然后再慢慢的开放给大家。很多东西都要渐进式的啦，没办法一次突然丢很多东西，那太难了。我觉得大家有看到我们的成长，我就觉得很开心了。因为我还是有看大家的那叫什么，那叫什么 report 哦，看 report 就觉得好开心。抽不到侧边，没关系，慢慢来。有点刺耳，哎，怎么这样？那以后我讲话小声一点，不然低音一点好了。Hello， 阿萧。超出有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越来越多成员发光。我觉得大家都越来越有自信，觉得很棒，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要练手，他紧张。我第一次念的时候也是会紧张。念着他的许愿瓶，我来找一下。我今天其实要来打一下电台的稿，整理一下，但是我现在还在寻找。我忘记我把那个啊，我丢在云端上，对，云端上。我说寄到我的 mail 还是放在云端，想不起来。所以我要先把我姐的这个登出。为什么可以？为什么可以不用滑鼠？好麻烦。侧边你的板子上都是绿灯，超过分的好不好？但照片还是没关系啦，我已经放弃了，你知道吗？放弃的事。没事。我按到 Siri， 他差点回我。好，今天孤单，明天脱单，后天落单。啊，天哪，太难过了啦！我已经不想要让大家上课了。
切切。好难用啊 ，Make。再见。Hello， 陈恩。猜拳大会，可能可以去看看抽不抽得到。好的。火热竞标中，当前竞标价，这什么东西啊？这么酷！帮忙听小妹，小妹驼背那个问题，其实就是慢慢要修正，没办法，马上就修正好。对 ，Siri 只会敷衍你，没关系，我的 Siri 也是，不是我姐的 Siri， 感觉比较乖一点，毕竟我姐比较凶，我被她杀掉了，这样讲话。刚没有 Ctrl C Ctrl V， 我像一个残障在使用电脑，脑残，我是脑残，不会用。为什么没办法 Ctrl C Ctrl V？ 好，其实 Make 不是这样用，对不对？难怪我姐跟我说你会用吗？我说电脑不都一样。是 Ctrl 对吧 ？Ctrl， 用它。为什么它不行？这样子复制。Hello， 你想看到什么桥手不？骂自己先不要，真的很难。等一下 ，Make 真的很难用。谢谢陈颂的幸运四叶草。亚麻路谷续费了一个月粉丝团，企鹅可爱，谢谢。不是吗？那前有人告诉我复制要怎么用，有点难哦，就可以告诉我。它不能 touch。这个加 C 是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们真是聪明到爆！希望有成功。有，你们很棒哎，棒棒的，很棒，你们很棒，真的很棒。哦呦，没有你们，我不知道我现在是否还是一样。好哦，真的完全不一样，好吧。昨天的影片的照片转发给朋友说，七七真的太漂亮。谢谢勇哥送的假手布，没有啊，就没有很好看，照片比较好看。Make 我姐也是有 Windows 啊，哦 Make 用 Windows 哦，不是我的哦，我懂了。有糖糖吃吗？
没有。昨天的那个抖音上了，觉得很开心。全形要怎么用？好啦，我每次都要这样子吗？想哭。那抖音是姐姐有排时间，对。每个人都有排时间这样子。好，今天一个是开始问爆大家 Make 怎么用的世界的时间了，天啊 ，Ctrl 加空白。没有，它没有变呀，我的逗号还是小的，还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好哦，我不会用，没关系，有逗号就好。虽然是半形的，但还行啦。哦 ，make control 的话，那个什么好。没变呢。没变，算了，放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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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太难。Shift， 他没有这选项，他没有这选项哦。我们下就这样。我好像无意之间会了，我会了，我会了，我知道怎么弄成全形的了。哦，我会了，我棒棒。他，对，好，有人告诉我了。好，谢谢杨兄，我刚刚自己找到了。我抬头的时候发现你也告诉我了，可恶！我这个本单，电脑课差不多，差不多的概念 ，Mac 的电脑课，头痛头痛。我们只是放下决心，放弃去改变不公平，我们都空想象。说的有道理，我们只是不
陪我工作，好开心哦！之前啊，都是一个人自己在宿舍，然后打这些东西，然后给嗨那边无聊那边晃，觉得很开心这样。谢谢，空白的洛丽上的剪刀石头布，先睡了。我不是你娘，但是你可以去睡觉。谢谢幻影战士来我的直播间。换个角度好了，没事，同仁，我那边很乱吗？我就是床而已嘛，也好像也还好。嗯，是不是过热，然后它就变暗了？没有要这个人设，是他们自己给我装的。转台讲到什么？今天很多人开哟，大家是不是有点看不过来了呢？每差三十个开是这样，你不能这样，有三个必看的台，剩下有谁的开 ？Hello， 柠檬。近耶，放回去好了。奶奶，奶奶。好了吗？应该好了。他刚刚不知道什么整个卡住，然后我就让不能按，我怎么按叉叉都按不了，你不给我重开，哎，超过分的，我直接傻眼啊！你在干嘛？过分的是。
不是因为我的问题吧？把一直卡，啊！这里帮我没办法放，怎么办？没办法放，放床上，它往下掉，它在往下掉。嗨，我的耳朵，是这样吗？我看一下，等一下，我再去确认一下，是这个和弦吗？我其实没什么学过钢琴，我钢琴就只有高中的时候学而已。哦，就这个，好的，保持这个手势。谁六？六。啊，不是，是六，哈哈。OK， 啊，怎么办？要放哪？我要找地方放啊。啊，压到我的和弦，啊压到啊，压压飞。我觉得等一下会一定会有灾难性的事情发生。Yes， 这样应该可以吧？玩什么好兄弟？有没有天分，但我应该没有天分。
我姐才有，我没有。嗯，你们传讯息给我。嗯，好，这样放就好了。然后把它按小数。觉得 key 很怪。嗨，我在玩钢琴。你看我 keyword 是玩钢琴，不是弹钢琴。在哪？五到底在哪？五嘞？五在外面。再一次，再一次，再六，一二三四五，嗯，六六六，好。嗯哼哼哼哼，再一次吧。好像很会，我也觉得好像很会，但其实根本就不会。哎、欸，大家快点学这个和弦，可以到处骗人。好。夜里走了迷离。啊，我每次都找不到四，但我想到，嗯，好，六六六。夜里走了美丽的噩梦，想清醒我却抵不过心动。哦，梦里你是无敌的黑洞，我无力抗拒失控。我的，下句歌词是什么？下句歌词是一时自控。歌词是什么啊？哎、欸，大家帮我找一下歌词好不好？我忘记歌词了。还是唱《光年之外》？《光年之外》也是一样的和弦吗？有没有连贯版本？连贯是什么意思？我看我这边有什么谱可以看？有什么谱可以看、啊？这是什么？这是哪一个？为什么？表啊，掉了！等下再捡。我之前不是拿这一篇吗？这个吗？会看谱吗？不太会。钢琴看起来很难，超级。嗦啦西西啦嗦啦嗦发嗦嘞。Thank you.
怎么之前小时候弹不是这样？还是来洗碗好了。十分钟学会的钢琴和弦。谢谢姚顺的花之清脆。这首歌很好听，这首是我记得是一个韩国团体的歌。我就很久没弹钢琴了。有时候觉得，因为我之前有算学过一点点钢琴，所以我觉得钢琴还是比吉他简单。但我现在完全想不起来这首歌到底要怎么弹。我高中可以如流水般的把它弹完，但现在不行了，现在跟文盲一样哎。放弃。哎，你那边说我的那个离高中很久，觉得难过。好，其实我走到这些原因，其实有别的东西啦。我是在找书的，我要寻找我电台要打的资料。我来找书，我一本书叫《做了》这本书，但现在它好像被做掉了，所以我好像找不到它。我靠，我会把它丢掉吗？我买了两本呢，我把它丢掉也太难过了吧。就我才玩了一点点，我的书柜有很多东西，小蜜蜂跟小星星。我跟你讲，小星星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弹了。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发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我的书到底去哪里？还有婴儿按摩瑜伽，幼儿园班级经营，人际与人际沟通，教育研究法，幼儿教育概论，0-8岁学习环境设计。但我那本书到底是吗？我会把它丢掉吗？丢掉的话我要换主题了嘞。才刚敲定要这个，所以要换主题，怎么可以买第三本？没有没有，还有一二集，就一二集。如果真的没有的话，我就得上网搜寻成品有没有买了。反正我8月的77折也还没用。啊，竟然买一本我之前就有的书，也太难过了吧！我的世界都是你，这本书怎么没拆封啊？我多爱这本书！哎，真的没有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我不会丢书啊，因为我会读的书很少，所以我不会丢书。听起来这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那本书到底去哪了？怎么可能这样就不见？嗯，不行 ，match day。大学的书吗？对呀、啊。哎，你们看，我找到了修润的本子。跟你们分享修润的本子，你们看，哇哦，哇哦，哇哦，天哪，天哪，天哪，
还有之前的普奖，现在已经变七级代替了。你看，你看，每一个东京铁塔都不一样。哇！太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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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好。看，还有之前画的大家，啊，阿贝桑，可怜呢。蒙边第一个吗？好像是你。嗨，啊，之前夏日祭典的图，漂亮。好，哎，找不到那本书，该不会要花钱去买了？好难过，不想用六块钱吧。不可能会丢书，他到底去哪了？这是这里面是书吗？不是，里面只是一堆袋子，还有一些。哦哇，好复古的东西。他在里面吗？在里面吗？会在里面吗？我觉得很有可能哦。你知道，因为现在我的房间啊，几乎都是我妈住，然后她好像都会帮我把东西收起来。好吧，不在这一袋里面。难过，找不到。我真的会这样子把它丢掉吗？我觉得我不会丢掉它耶。勿咬走，没有，没那么呛吧？有东西不吃，吃那干嘛？像不是，找不到。丢出去也太难过，怎样？我还是在家的人，好不好？只是比较少回家，很忙的是呢。对啊，那个是小说。哎，那本书真的不见了，还是因为那本书已经被我玩得破破烂烂，然后我妈觉得，天啊，这本书在干嘛？皱皱的，然后就把它丢掉。这比较有可能。因为那本书它很酷，是它需要揉捏它，自己讲了自己的笑场，对，就是要一些就是揉来揉去啊，对。算了，我来去查一下成品还有没有卖好了。QQ， 然后再看一下这部分，这里有吗？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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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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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只大象熊，什么三只大象？这不是小鼠波波吗？它是小鼠波波，波波，波波。哎呦，有难得少女心一下被拒绝，难过。
我先当手机充电，虽然有点卡卡的，习惯就好。反正我的直播卡也不是第一次，对吧？怎么找不到网络？晚安，好，晚安，很可爱，你看。今天会分享这个可爱的玩具。我如今还是舍不得拿起来玩，因为它太可爱了。哇！所以我一定要留给我未来的女儿或儿子玩。很可爱耶，你们看，可爱吧？棒棒的卡哇伊！谢谢小医生的剪刀石头布，谢谢博医生的 kiss 啾啾，超可爱这个。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你看，这是小鼠波波的厕所，厕所很可爱啊，可以打开，很可爱吧？还有镜子，这也可以打开，然后下面是厨房，厨房。你看，它也可以打开，这也可以打开。洗手槽超可爱的，这个也可以打开吗？吗？好像，好像可以，但我好怕把它敲坏，算了。我可是要传承的呢。你看是谁？是没穿衣服的小鼠波波，他怎么没穿衣服呢？啊，对，他在洗澡。你还是进去吧。这是什么？蘑菇？不知道是什么啊啊！这个，你看这好酷的哦！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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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买给你？我自己买的。你看，你们看，没有看完了吧？幼稚的人。你看可爱，你看他的袜子丢在这，相信你们也是这样乱丢袜子。你看他的哦，十八禁，是内衣内裤哦。小鼠波波是男的女的，有人知道吗？我其实不太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女的。这里是不是也可以打开啊？对，他可以打开，是衣柜。你看还有楼梯，他楼梯做的超精致，我觉得。下面是客厅，好棒哦！这一整个好棒，然后是它的配件嘛，对对对，舍不得拆，超多的。我记得我买这本的时候蛮贵的，好像至少500以上，而且我保存的很好，这是我大学买的，它还可以长得跟新的一样。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是算还行吧，对不对？这种收藏的能力。这个真的还蛮适合小朋友玩的，就是大概幼儿园，我觉得应该要到至少4岁以上玩会比较好，因为它毕竟材质还是纸，所以还是比较容易坏掉啦。打开，哎，找回来，所以还是比较容易坏掉。嗯哼。介绍这个了，打开收藏好酷哦！我现在还蛮多这种立体书的，我依然喜欢收集这种东西。可是成品卖的都有点贵，然后我想说啊，算了，不要买好了。或者是想说，等到特价再买，然后就会忘记它特价这件事情，然后就不会买，然后就会先买了别本书，自己玩，
还小朋友弄完之后，不要碰，它会坏掉，不要碰，超幼稚。把它收好，是在七七家了吗？对呀、啊，因为刚好 Mini House 结束之后有大概有两天的那种连续的假日，很多人都回去啊，发发也回台东啊，那一家也回嘉义啦，云爵也回台中啊，啊我也回来啦。不是这样讲的吧？好了，我真的找不到那本书，我可能真的要去查一下了。再见我的爱，再见我的爱，没有什么借口，有什么理由？什么别的房间呢？什么叫别的房间？再见我的爱 ，Hello 聚宝贝，难得到不行，真的。原来小鼠巴小鼠波波是女生，我肯定要问问看吧。没有的话就算了，就早点买了，难过。上网查诚品，诚品书店，他们在问什么可不可以？什么是叫可不可以意思吗？玩狗，我以为是男生，气得很可爱嘛，谢谢。那他心情是什么？很开心啊，因为其实，之前也有说过吧，就是在运动会的那个时候，那段时间，就是拍摄运动会的前哨战，有啊有啊，哎有哎，还是有卖，还是有卖，而且很便宜。才252，可以买，可以买，可以买。可是买不到第一版了。好，这是题外话。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算是还蛮怎么讲？我们整体很不稳定，然后那时候。各自都有各自的压力，然后就关系就变得有点尴尬，然后也没有像其他两队一样这么有士气，然后也是因为那天运动会那天公布了这个就是我们有企鹅这首歌这样，然后我们就超开心哎，也是那时候知道的，然后我就直接超感动，然后就很。而且从那次之后，我不知道怎么大家好像又更努力了，更努力了，这样讲，就是整个没有这么分散的感觉，因为之前是真的每个人都每个人压力，然后我也有我的，那时候电台刚知道要开始，然后我就很认真在准备工作，然后我就有很多资料要找啊，没法顾到大家。然后家里也有他变的东西，他可能他自己给自己的要求也很高，所以就加上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我们关系就是有点尴尬吧，就是我也不是，我也是一个不太爱讲话的人，就有什么事情都放在自己身上，就是因为那个那次那个东西之后呢，我们就大家就是好像好了很多，因为我们是尬到连练习的时候也很尴尬的那种等级哦。可是因为知道那个时候，发现大家就觉得天哪，好开心哦！我们要努力，然后谢谢粉丝们，所以我们不能浪费这次机会，我们要加油什么等等这样。我快哭了吗？我没有要哭。现在发生什么事？让我掌声鼓励。对，然后觉得天哪，这是天赐的奇迹。在这个时候，这个我还在思考要怎么帮，怎么这个僵局要怎么办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机会，也超开心，超级开心。谢谢小峰仔送掌声鼓励，谢谢海豚送的看好你哦，谢谢嘉轩送的宁愿选择拥抱不放手。真的很感动哎，那个时候。我觉得天啊，真是天助我也。没有啦。在 IG 上玩起手式游戏吗？我是玩那个 Snow 的，这时候 C 很感动，真的。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有说 C 是谁，只是说是你们哦，你们要加油，这样我就好。对，这首是音乐 cover 的那一首，然后很好笑的是，其实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然后我就觉得我听过，我会唱，其实我完全不会唱这首歌，而且我也没印象我点过这首歌，你知道吗？就是之前直播的时候我放过，那时候其实是我第一次点，然后之后云爵就放了就是这首歌的 cover， 然后我就很认真跟云爵说，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会知道这首歌，而且会唱，我不知道但我会唱这首歌，是因为你每天都在唱，对不对？要不要录 cover 吗？因为他房间就在我房间旁边，然后我们隔音其实没有很好，然后我就会唱，你知道吗？被洗脑。我知道一定是这样的原因。我说为什么我这么熟这首歌，但是我跟这首歌的名字完全没有印象。被洗脑的。我去看五五要不要跟我玩，你大家等我一下，我去找一下我的狗。
眼泪啊，白字，白色的狗都会这样，掉泪沟。阿杰不是很喜欢这个吗？就是三眼怪，然后好给你，等你。然后他就问，他就找到这个，问我要不要买。我很爱哭，爱哭。这么小只，哪有小只，很大只。他长大了，对不对？你长大了。哈哈哈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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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开始的琴声叫疼，沦为平等。啊，我最近在看那个，那叫什么？怕痛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我看完了，超好看，大家去看。这其实是我在那个，那叫什么？电台的时候跟人家聊天，然后他们那边有一个男生，他很可爱，然后他很喜欢就是动漫，我就跟他聊天，然后他就说他看完这个了，然后他说这个真的很好看，我说好啊，那我也去看。哦，真的很好看耶，怕痛的我把防御力点满就对了。那个女主角一直在破坏大家的游戏体验。提醒你们，子弹擦亮伤的疼。女主无敌，大家去看，现在大家不要剧透，看过的不要剧透，去看。好好看，记忆正陪伴着你那些过往，咖啡杯的余香，你一次次逆转寻找希望。这首歌真的是，就是这首歌，这个动漫这个名字就是这么长，我没在骗。玩具嘞，放下藕包好看。哎，藕包昨天更新喽，大家想看我们关监狱吗？快去看，它是有两集啦，所以我不能剧透，可恶。好，我给你看，跟你分享。而且那个不是要拿那个老鼠吗？因为我真的觉得里面太可怕了，所以我就把我的那个罪状，太会说话那个罪状，拿就是把它撕下来，然后当手套，这样把手套进去。编两只手，可是因为拿麦克风唱，所以就只有一只手。监狱逼很香，各种尖叫。大家看放下藕包的时候，真的要把音量键调小，走了就忘记看。声唱好听。而且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声音超大声，就是我唱歌吧，就我跟佳丽又分在同一组，然后我们两个唱的都是那种巨大声的那种，你知道吗？就变成就是差异，就是差很多这样。你的模样，
气息弥漫，我把最后一个子弹擦亮上了膛。干嘛？听听呢？嗯啊，嗯啊。你要去哪？你要帮忙吗？没有。是五五五，铿锵有力，对吧？期待下一集的播出，而且我们在拿那个，就是从天上掉那个陷阱下来嘛，然后我就看，就是有很多的水果，然后有便条纸，然后反正有很多不同的东西，我就说你们墙上的那个到底是什么？你们墙上的那个，然后我就问妹妹他们说，你先说你们的是什么，我们再告诉你。我们不是要合作吗？为什么要把我们当敌人呢？当敌人是怎样？不来，不来，很闹哎、欸！那是逃脱吗？很多地方都有哎、欸，西门也有，然后东区好像也有，在那个敦化那边，那是我看他们分的。对啊，哎，不能讲啦，会这样才好玩。他真的爱乱叫，熊差熊差，你熊差，那你叫叫子，被发现了。Hello， 郑东，这是我家狗，它叫五五，我叫七七。蜘蛛跳起来，而且那个蜘蛛还是我踢的，我把它踢过去，然后它踩到，然后它吓到。它会咬我吗？嗯，那种磨牙的咬，那应该不算咬吧？它累了。应该嘘寒问暖，还是借口不谈？干嘛？想去哪？他很黏人，这只狗。他很乖，很聪明啊，只是他很黏人。没有人陪他睡觉，他就会生气。他眼睛很特别的，泪腺很发达。哎哎，这是我的手链，不要咬了，等下断掉，我要得买一条。我好不容易才买了一条，又买一条，你要买给我吗？你去赚钱买给我。你赚钱买给我，你赚钱买给我，你赚钱买给我，赚钱买个瘦皮猴，赚钱买给我。还有，帮你开直播，你赚钱买给我，好吧？好吧，买给我，买给我，不买吗？不买吗？你要小气哦，你身为一个男生，怎么可以这么小气？看，不可以这么小气，知不知道？不可以这么小气，嗯？警察牙齿，警察牙齿，他就有钱了。
欸，欢迎大家送五五的玩具给他。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很快就爆掉了。他一开始根本就不喜欢这个，因为他第一次拿到有铃铛的玩具，然后他很害怕，他就是很怕生。会喝牛奶吗？之前会给他喝，但现在不会给他喝牛奶，现在就是吃饲料这样，然后吃水果。他很喜欢吃水果，喜欢吃水果。送他骨头，他骨头蛮多的，不能送食物吧？就算狗的也不行吧？你们可以送他衣服，乱讲。你送我东西，不如送他，对不对？嗯，送他东西他会很开心。很喜欢我家的狗，哎呀，小胖胖。它是一只不像博美的博美，它应该是有点像狐狸，白狐狸犬。啾啾叫有球吗？应该吧。哎，它的玩具都是绿色的，它的球是绿的，它的恐龙是绿的，它的这个也是绿的。你很喜欢绿色哦，跟绿色很有缘呢。啊，你的小猴子现在都不要了，是不是？他已经不爱他的小猴子，他只喜欢这只。他跑走了，怎么会很绿？哎，你怎么可以背对镜头？你怎么可以背对镜头？中午好啊，谁 ？Hello， 猪猪。我比较喜欢绿色。好了，最近买了一个包包是绿色的，薄荷绿。我昨天跟爸妈一起去，就我们家一起去那个青浦 Outlet 华泰名品城嘛，然后就看到小 CK， 然后小 CK 就是买很便宜嘛，然后就买了一个包包。其实我没有说，就是我不喜欢绿色的含义，你们那个方面的含义，我一直都不讨厌绿色啊。今天播到三点吗？没有。差不多要关播，因为我刚刚有断播，想说把那时间补回来。我滴了金，嘿，好像一把火，嘿，燃烧了整个沙漠。我只是讨厌贝绿，谁喜欢贝绿？不要欺负，哪有在跟他玩？今天喜欢吃饭吗？他喜欢吃啊，当然。生气气也不会生气气的，就是很烦躁吧。如果一直卡，大家看你咬完最可爱的样子。Thank you.
喜欢咬头发，他是美发师跟修鞋师工匠。玩具呢？玩具呢？来来，玩具给我。好累了。呜呜呜！不要咬枕头套，呜呜。好了，今天直播呢也要到这里结束啦。那我们来把这的猜拳把它拆完，收起两天回猜回猜。谢谢大家今天送我剪刀石头布，很期待9月20号什么20号吗？对的，猜拳大会。实体的猜拳大会议。那我来讲一下今天的排行榜。好，第十名是陈，谢谢。第九名是姚，谢谢。第八名是阿当，谢谢。第七名是勇哥，谢谢。第六名是 Tony， 不要咬我头发，吃我头发是怎样？想当宅子呢？哎，臭物，快点过来这边。然后第几名啊？三角弟弟，第八名是阿当，第七名是勇哥，第六名是托尼，第五名是嘉轩，第四名是幻影战士，第三名是空白的洛璃，第二名是博弈，第一名是北原神推，推推推推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直播哦。狗呢？来，下来，下来。谢谢大家今天看我直播。那我明天中午见啦，拜拜，拜拜，五五说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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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拜拜，谢谢小布丁送的再见塞哟，拜拜。拜拜，爱我。